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27届 LG 杯世界棋王赛本赛的第一轮。首先为大家挑选这盘棋呢，是由中国的谷子豪九段对阵韩国的金智熙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黄义中七段。黄老师您好。邱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这个棋王战开赛了啊，我觉得对于棋迷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盛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比赛地是在衢州，是吧？对，衢州国际围棋文化交流中心。这个国家围棋队就全部都拉到那边去训练对了，对是对，吧？是的，等级分高的都在最近半个月20多天嘛，都在衢州训练。都在那儿集中训练。今天我们比较关注两盘棋，也就是我们要为大家讲的这两盘棋，一盘是10月的，十月是对，对，申敏俊。对，申敏俊啊，还有一盘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说的是，谷子豪对金智熙。这两盘棋呢，今天是中韩之间的强强对抗。中国今天其实就是三位棋手出战，除是了谷子豪、十月之外呢，还有一个赵晨宇。他是对韩国的朴建浩。朴建浩这个名字好像陌生一点感是一觉。个他们比较年轻的棋手，哦，是这样子。应该是2000年后出生。还挺年轻的，因为，他是今天是本赛第一轮，有24位棋手，也就是说有8人轮空，然后有16位先上场对决。那么这个16位8盘棋呢，是分2天下，今天下5盘，明天下3盘，是这样的。然后16强战呢，将到31号和1号2天下，是这样子，它是分2天下，不像以前咱们面棋都是，大家济济一堂都在一块儿一起下了。中国呢还有4位棋手是轮空，柯洁、杨鼎新、李玉婷跟丁浩。4名棋手轮空。这个刚才在摆棋的是化学名棋段，这个站着的是谁呀？我刚才怎么没认出来呀？站着好像是围棋协会宣传部的。是这样子。行，那我们赶紧来看棋吧。这盘棋是早上9点就开始下了。对，相当于韩国10点。是的，我们这就，棋是每方3小时。对，这是一盘，应该很现慢在是最慢的棋了，在世界国际比赛里面。是的。3小时后5次40秒。这个读秒规则也比较神奇，是40秒5次啊，我得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今天中国的三位棋手都是拆着了黑棋，因为他这个 LG 啊，选这就是拆先之后呢，可以选黑白拆对的人。是这样子，我们这个拆先呢，就是，按照我以前的说法呢，就是说一般是年长或者是段位高的人给段位低的或者是年轻棋手拆先，然后猜对的那一方就是是执下，黑啊，一般是这样子。对，现在猜对了，你可以选择黑白对，LG 是猜对的话可以选择黑白。是的。我看了好几盘我们国内的选拔赛啊，自己都是选对的，都是下选白棋六目半，因为这是六目半的棋嘛。六目半也是选对白的，也棋是是都吧？基本上90%都选白棋。看来还是觉得拿白棋比较有把握，是吧？可能还是喜欢下白棋的大家。下了这个。然后是飞这个，挂，挂角。是不是我看今天好像赵晨宇也是下的飞这个，最近比较喜欢下这个嘛，这个中国比较棋有手，研究，然后走了这个，这是选择了一个最普通的，对，这个拆高拆，是比较常见一些，比较常见。要从这挂的，我看这个配合的时候，挂这个的也很多。对，是的。金智熙呢，应该是年纪比较大的，现在相对来说，他他是八九89年年，出生的，是。状态其实保持得挺好对，就按照这个中韩一线的棋手来说，最顶尖的那一层面来说，他的年纪肯定算大的了。现在他地挂挂，完了，然后地挂这个是吧？挂角，然后黑白棋就尖顶了。这个棋形好像以前看那个金智熙下过，我印象中。
他比较喜欢下这他个好东像比西。较熟练对于这个局面，对，其实他们每个人呢也都有自己熟练的一些是的，是的，局部的一些下法。对，他下过的棋，他如果回去再拆一下的话，他肯定就印象更加深刻了。这挂煎饼角，完了是挂挂角，角，小飞，这是稳健。然后拖，这个都很，对，看很起来常还见，挺普通，白棋倒胡，昨对，天然后这个，下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看我们的直播？就是昨天黄老师在左上角还摆了这个，就拖了连扳的有各很种多的下法，下法，是，倒胡也是其中一个，是的，对，所以现在倒胡的时候，黑棋肯定要胡这个，没有别没的下错，法，是的，这个胡起来不太好吧？这这被个打一被个，打一下，那你如果因为你初期无劫不好找劫，那不能这样着急打对，劫吧？现在不好找。你即便有劫，这个劫，白棋这里有劫，这种靠都是劫材。对，你上面，你即便有个挤兑劫材，人家也有劫材。就说你如果接住的话，那白棋就这个把这个黑棋打就了，明显亏啊。它是这个的，子的位置呢，明显比这儿要好，比立白棋立了这样不好。这这样样要的，好，对，这是个的。位置明显要好一些。你不要以为你打一个好像挺愉快，你打一个人家都可以不应你。没用，因为你提在这，将来白棋是提在这的，这边是的。官子是，这个位置呢，虎明显比街要好不少。所以所以，好像没这么对，下的。所以虎的时候呢，黑棋没有往上虎的下法。它是倒虎对，的。倒虎，白棋长也是一个白要棋点。长，这个棋呢，就相当于我前面昨天说过，这个虎呢，就是对黑棋的威胁小一点，将来你直接打了一粘就活了。相比这个立的话，是的，是黑棋的，的眼型要好很多。所以白棋立的时候，黑棋是糊起来的，对，是吧？立的时候白棋要，就是如果说下成这样的立话，的时这候黑棋千是万不黑肯，棋别胡了，这样的话被白这棋藏，亏了，这明显就亏了。白棋这个棋少打一下，差不少。打一下的话，白棋自身的气要紧。气紧的话差不少。因为这个就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变化，打吃粘上。对。如果说白棋粘上，挡住，等于说白棋这儿是跟刚才那个变化相比较的话，它就少打了这一下。将来黑棋贴起来的时候差很多。对，你贴起来，这个人家搬完了，这插断了，所以这打一下还是差挺多的。它实战是倒虎。黑棋倒虎，然后白棋长，对，黑棋大拆一个，在这儿拆在中间，这个拆的比较远，好像两边间隔都比他较可能大，还是正常也有拆这个的嘛，但拆这个他觉得这边打入一下不太好办，是，他可能是拆在这呢，兼顾这边一些。是的。那金志熙他就觉得你拆得太远了，他显然是不能答应这件事，所以他立刻就锤进去了，就告诉你这拆远了，这很明确的，这个是他释放的信号，这是。看看黑棋是如何应对的，对，他镇住是这个是飞这个，很容易想到的，然后然后呢，继续从他这边打打的入，是吧？打这个。打这个呢。继续制造头绪吧。其实第一感黑棋很想从这边分段了，跳是下吧？对去是吧？吧？你先这两边吧。但是可能他觉得这个分段呢，这将来有搬砖，可能这个地方这边并不大。这样黑棋大概就打一打，然后跳一点，跳出来。跳出来。对。那得补吧？对你可能这大家要补好像活。不太行啊，看着。然后呢，他再走别的大场，比如说逼这个。这这黑边棋呢，不满对，意。将来再视情况而动。比如说这个搬砖，对，啊，我就要搜刮你一下呀。他就觉得这个棋不大，这个子当做弃子。对，你这样看看还行。如果说看成是这样的，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吃的太小了？大概虎一个吧，大致上好像是这样子。如果你要补到外面去，那底下有尖，哎呀，很不舒服。这样看看，好像这个子的效率就有点见低了。
所以呢，他实战呢，黑棋呢，顾泽还不肯这样。顾泽豪呢，显然还是不肯在这样脚上的委屈做活，他要靠住压住、是的。白棋挖一个。白棋挖是比较积极，其实长一个也是可以。长一个呢，黑棋正常接住，白棋这地方有一顶，挡住，断了。大智商，因为你这个棋你不能拐，你拐被我从这边一脚吃的话呢？他是打这个的，不是打这个。对，我有点难。这被打吃，可能黑棋就要崩了。这全要死，这打了打完一猴，这样的、这个变化就觉得黑棋不行。这个扳跟这个扳见合了，白棋、是的。所以呢，这个拐是不成立的，黑棋、就是断的时候。黑棋大概也就是团这个吧，这应该是个要点。团出。然后白棋呢再爬过来、这样白棋还是比较满意的。对。这得赶紧补活，要不然被人家一糊，这还没活呢。对对，他打一下吧，他可能先说打一下。打这个是吧？对，打着一下可能。打着一下就活了。对，这样倒是。这个好像黑棋没什么意思，我觉得整体。反正可能白棋长一个也是可以的。我看它的变化是什么长，但是这很难想到冲的时候呢，继续长。黑棋，我们就没这种感觉，老想把你冲出来，总觉得这被裂开了，就觉得黑棋不行。我总觉得这被人家冲出来，好像不太像棋。然后什么再扳，反正这个棋也很难理解，这个棋一下子，就 AI 这么认为。我估计下不成这个样子。反正我要我棋选、我肯定不会选这个变化图。实战呢，金子熙呢是选择了挖。单挖一个。顾子豪呢，那肯定是不肯从上面打了，他觉得上面打了再长被拐过，白棋活得太舒服了。这个图的话，好像白棋很愉快，看起来。就外面也不是很厚。黑棋还有点薄。那走在外面是意义不大，确实是。对他必须打三路反击。打这个，其实这个时候好像贴这个也是成立，单贴是吧？打个贴，单贴的话，白棋下什么呢？这断打，对，断打了长，可能白棋只能单长是吧？也是弃子了，黑棋拐吃，然后再拐过来，这样，这个倒是白棋走在外面还挺有劲，对，看起来还可以，这黑棋走在外面好像没什么意思。实际上呢，他是打了这个，打底下，然后白棋断打，提掉，再胡打，胡打冲出来。他不是，他是呢，他是他是打的话呢，他胡打呢是想把黑棋打中，他胡打两下以后呢，实战这样，再打这个。把黑棋打中了，这样他就不怕人家打劫了。因为你如果直接打这个的话呢，他也有点担心黑棋直接从这边挖着，跟他打劫。比如说提掉，这个找哪个劫？尖还是戟？因为这个劫，白棋接上对黑棋来说也不是很致命这件事情，至少他是活的。但是他现在就有个有意思的地方，你看接住以后，这里像这一下没打着，打不着了。因为你打不着的话，将来被白棋一虎的话呢，你就进活不了了。局部是不是很对？对，只有打劫虎一个。倒虎这个打劫。反正这个变化也挺复杂的，好像。但是呢，可能是黑棋还比较好下一个。就看他找机会再打一下吧。找劫怎么找法哈？主要是这样，白棋消解以后呢，黑棋就不是那么。中了，这将来还有利。对，是的。他实战呢，就是先把黑棋打中，打中以后再打这个。这样黑棋如果再打劫的话呢，这样被白棋粘住呢，那白棋就这两下便宜多了。这个图比刚才那个图长太多了。这样粘样好多了。刚才在这儿，然后他立下去，你这个子还吊着呢。这就是他先打这两下，其实感觉也挺怪的，作为的。
是有点奇怪感觉。再打，再打，再打，他就接上了。这个接好像是，还是应该挡住这个。挡住是吧？那挡住还是这样打劫比放在这儿打劫好多。对对，我觉得这样还是他还是应该这样打劫可能。而且他这个劫怎么找？确实，这有好几种找劫方法。尖刺是最温柔的，也有挤，也有点这个，点了冲过来是最严厉的这个地方。你就要判断这个，对，这个他会不会就让你冲过来了？或者说他是不是有可能硬劫？硬劫的话，白棋是不是也不太好找劫？假如说硬，硬劫的话，硬劫那下黑棋肯定是先损了。他可能断一个，断一个找劫。所以说呢，这个黑棋呢，这个点呢有损的地方。对，你要是接了他可能就脱先了。还是刺一个找劫算了。那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把这个粘上。对，那他再冲下去，形成一个转换。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然后白棋挡。挡住是吧？黑棋断。断我就把你吃了吧。对。但是现在问题是吃完以后呢，白棋能抢到这个虎。对呀、这个就是白棋特别想走的地方。所以顾子豪呢可能也有一些担心。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他可能最好的冲一下以后呢再打回来。你再冲一下他也挺让他挺难办，我就觉得。虎一个。对，是那就把这个提了吧。是这样吗？这个地方这个段也很大。这又是另外一种下法了。那局面就倒下了。反正大家记住，有些时候这个打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接住。是啊，有更大的棋的时候也可以脱先。可以考虑那边。他如果现在接被你白打到一下，对，那打着以后再断，那黑棋就很满意了。那绝对不可。这已经活尽了，再打着一下。是的。所以呢，但是实战呢，这个顾子豪呢，他这个没有挡这个还是大，这个地方被白棋穿过来呢，还是有点裂这个棋。他是粘上的。他被穿过来的这个棋，黑棋有些亏损。好像觉得感觉白棋还不错，这个打入还算比较成功了。是。我先打一下。接上。然后大跳出来。看起来呢就不想把这个局面下得太激烈，还是战线要拉长一点。感觉是对于白棋来说，反正总是还是比较满意的。对，没错，这个白棋得分应该说在这一带的下法。他打了两下还头上，这也不保留了，打掉。掉飞一个。其实他这个棋啊，飞在这里可能稍微好一点，因为这地方本来黑棋尖就是先手。尖先手呢，你是不是这个飞毕竟自己要薄一点，自己的毛病多一点。不在这呢，自己更厚一点，对外面的影响更大一点。对，是的，因为你飞在这儿的话，将来这一带总是有先手的。飞在这儿的话，他就没什么先手了，看起来。他就是想对黑棋的压迫力更大一点。这个是的。总体而言，我觉得金志奇的棋下的还是比较积极的。接上，跳出来。就是双方都下的比较的正常嘛。对，是的。还有一种下法就是走中间也可以刺一下。刺这个，他接住的话，你就在从这边跳过来也坠跳一个，是吧？也是一种调子。他可能比较看重这上面的实地吧。因为这样下黑棋肯定要飞下来。对，是的。他这样下呢比较注重上面，但是中间呢被白棋黑棋先动手。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两天就也是看韩国棋手的棋，他们的棋总体来说下的比较积极一些。对，就是想把棋撑到最满那种感觉。是的，你让他自己回防他很难受。结果昨天就出在这个环节上了。这个你说金彩英是吧？是过于积极了。这个好像有点激进了。这个、感觉。小飞。把头扭过来。对，
哦，你看这棋都下得很紧凑，进子对戏，啊，你靠一个。绷得好紧的感觉是，他因的。为你这个地方你不走的话，被黑棋点过来就太难受了，这个棋形。是的，他也不肯自己在这儿中间怎么对补对，一个，好像觉得太松缓了他也不知道补哪，你这样很难受，你尖一个又有点太缓，他觉得，所以他靠一个是很积极黑棋点，的。白棋长，这个顶的可能是还是有点过于的稳健，要搬过还来是吗？想扳头，还是应该扳头。扳头作为白棋来说肯定是要顶啊，对啊，对吧？我你这如果肯定接要把住你肯定断是了不吧？这不断好像有点，我是断那哪我边？断哪个呢？最前那想断那个扳上面的话呢，这棋有一滚头，先滚一下。打出来，长一个。靠一下。还能往这儿靠一下。他靠的意思其实也没，他靠就是想靠完再接住，因为你直接接住呢，被白棋藏在这呢，黑棋的眼形不好，你靠着一下你呢，走着一下总好的。你如果顶打，那我多一个拐棋先手闹钟是哈，的。你如果走在下面呢，那我将来这个地方黑棋顶完一坐就基本上活了，对，能靠着一下总是好，没错。靠完关键这一接很舒服，下一手这一扳。那白棋不走上面，如果说走这儿，好像也不太对。我靠一个的时没候，关系，你走我就跳嘛，对呀，我也不觉得是个好棋，好像。跳的话，那你这两个子就很危险。下的也不是地方的感觉。如果往这一带尖出来，会往好这一点吗？尖，首先我还是，要粘出来是吧？这待会搬一下，就又不知道怎么办了。而且即便我现在把你这边先吃掉吃的掉，话，吃掉也我很没有巨什大，么不满。是。很有可能还是想粘嘛，粘你怎么办？这个扳太舒服了，这扳完再打一下。我被掰一下，简直是开数刀疤舞这一带有多少个刀疤舞的问题。所以这个图可能白棋也不太满意。对，他不知道是担心，他肯定是担心白棋顶断。如果顶断这边呢，也可能也。但顶到这边呢，这地方因为我有一个接先手，这一靠你很难受。单靠，这棋是单靠的。单靠手，你如果扳的话呢，假我如说这一扳夹，吧，你这很难受。又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这个地方你不好反击，我这个嗯，接先手，是的，是的。你这个地方你也不好动，你断的话我就顶一个，你这也不好下，好像白棋。是的。好像挺难办的，我所觉以得。呢，可能还是更加积极的，应该扳一个。实战这个顶呢，被白棋这个如愿了，这白棋还是很舒服这靠的时候是可以搬过来的，这棋，反正他也就只有顶断这一招，好像除了顶断对，他也你没有总不别能的。接回来吧？对，接回来，那我我藏过来的那我话，那太我高还兴了。这个图白棋不能接受。那顶断它既然断完了，不断太这怕，个和断这个，它这两个图它都不合适，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这棋，实际上这个靠呢是有一点，把黑棋下得对的话呢，是白棋不一定便宜，是的，但实战呢还是，顾子豪呢还是选择了这个稳健的顶顶一个，然然后黑后呢，棋拆我把逼这了个一下，逼了一下。现在，这白棋是很空心的，看什么？他反正是觉他觉得你这拆得太远了，不行。我刚才那儿就说你这拆得太远了，不行，我不答应，我得打进去。然后毫无疑问，他这个打入也是有他的逻辑存在的。往这儿好打飞一的，我怎么觉得这个金志熙好像就是四处要跟人家挑衅的那种感觉？有对点对，那意思。他可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下手，冲击的一方吧。是吗？有这种感觉。我看他这下法，反正是这样。你看从这打入开始，都是下的，绷得打，很紧那种感觉。它是一种拼搏的状况嘛，应该你看他这棋都是是，处在一个拼搏的，很拼是吧？下的冲断了。
现在。实际上，这种棋你拖了连扳也可以，就是啊，我黑棋飞的时觉候，得他下的好，他就有战就战，反正是对，然后他就下得很有点不讲理，就是感觉是我上面也要拆，我中间也是我的，就是两边都是我的，这有点强盗逻辑，就感觉。不过金志熙他可能也比较喜欢战斗的，对，他是对自己的战力是很有自信的，确实这一点，反而倒是这盘棋呢，顾子豪呢下得很稳对，健。是，顾子豪绝对不是那种很好欺负的人，那这盘棋呢，反正从前半盘来看，反正你他不着急，对看不起着来，急啊，你都对，看来比较自信，然后打一个，苦了一个，都是最稳妥的。什么时候顾子豪变得这么好说但话是呢，这个棋呢，这么，反正这样下呢，反正白棋总是比较满意的，都能走着。是的。然后点角。你看看顾子豪都是下的最简明的。对啊，这下的特别清楚，好其像实这也种没有棋什么稍微，非一是不是飞一个有可能会更好一点？个。飞一个的话，白棋是怎么下的？我就纳闷儿，这他还是飞吗？我不太会这种。飞的话，我是不是考虑冲了加你啊？这个局部，首先我看一下，如果我还是挡的话，你是走什么？你就是还是冲是那吧？我就冲，还是那我就招呗。还是挡住呢？那就等于少挤了一下，那我肯定好是多了这呀。个意那思，我单少退挤了一一个，下，我不挤是。跟接交换。你将来你这补活，你接在这肯定多一个点啊。对。那你走在这的话，我将来一般，不然脚上木也很萎缩。对呀。我总是好的黑棋，这不少挤一下。这个棋形点的时候可以单飞是吗？好像是可以单飞的，尤其周围这么厚的情况下。对，他这个好像冲断，正好打吃，你也打不下去啊。对，这个，他这上面断打这个棋，这对，冲断我断打了铁，什么不单行，藏一个，对，他不行。反正是想下的更加的积极一点。当然，顾子豪可能这有个单飞，他这盘看来点策略算就盘的是。时候。在后半盘，稳住，然后对，后半盘把你拿找下。机会啊。搬。作为白棋来说，肯定是比较满意的。啊，这个赛制我看这一次的 LG 它也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它好像直接第二轮就定位了，定位是什么意思？就就是说是没有再重新不重抽新签。抽签了，就哦，是是这样。16强赛的时候。哦，16强战，如果说即使是你们同一个国家之间相对，他也对，是但就这是么呢，走下去了。对，是的，但是我看这个，这次就是中国现在第一轮下了三位棋手，如果赢的话，第二轮都还是碰中国棋手。是吗？这样的话，对，这样的那话，我们第一很不轮的利呀，这样，对对，吧？也一个也对我们也不一定有利，二个这个第二轮的观赏性肯定也差一点。是啊，其实按照道理来说，还是应该就是重新抽重新签，抽同国的棋手呢，回避一下。避免同国对，相避免碰，同国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中韩之间或者中日之间的比赛，可能大家的关注度会高一点，更加激烈一点。对，以往的惯例是不是一般对，都是我要觉重得我印抽的？象中都是这样的。是，这好次像不知是道这为样什么，他就是16强、24强、16强就定位了。那就到那儿，反正你该对，对对就对，是你看着那个表就直接上去就完对，而且这次抽签也特别有意思，中国棋手呢都抽在一块了，就是他韩国的韩国抽在一块。就像这盘棋，顾子豪跟金志熙赢了的人应该是对丁浩。然后那呢，先血拼掉一个，对，然后十月跟申敏俊那盘棋赢的是对柯洁，所以都是碰到自己，第二轮很有可能就是内战那就是有点亏，好像觉得对，挡住。这，自己靠对住，对。看起来好像黑棋下的就四平对，八稳的，他也不想什么办法，他觉得这样还挺好，感觉。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觉得有点局促，我觉得黑棋，这里面空会不会有点太，就这四周围这棋子太多了，对，感觉效率效率不是不是特别高，太高哈。好，白棋断，跳一个，这个棋形也是下的。他对，因为他总得补棋啊，不然的话这边反正得走全一是个，问题，没错，好，拐过来，辅助，扳，扳一个，
不是棋，长，对，他可能很稳健，可能顾子豪是不是觉得这个扳可能不成，很想断，其实这棋，我也觉得，我刚才就在看能不能断了他，但是他是不是觉得这地方冲过来，他有什么问题吗？味道不好，我就他是不是怕他打了冲过来。打了现在就单冲啊，对啊，因为你不能冲啊，你冲被我一挖好像地方直接就出棋了，就要打了是吧，你打我就接住了，气不够，那不行啊，所以这棋被冲，他可能被冲了一冲，这棋可能很难办，从局部来说冲了一冲的话，我那边有没有问题，我如果单长这个呢，这争子怎么样，争子好像争不掉，争子争不掉就是。他争不掉不太行。争不掉的话，那我这地方有可能一拐的话，你即便能夹住，这被我挡。那不太行，那就那五个全死了、可能是这个地方局部不太好下，他觉得，他就没有敢断一个，对。是。所以他实战就是长了一个。单长。还是冷静。然后跳了一个。这个叫做金志熙呢，这叫做得寸进尺啊，反正我觉得有点，实际上这外面挺薄的。你真的觉得谷子豪是这么好说话的吗？我们都知道谷子豪的力量巨大，他是这个以战力著称的，所以虽然说到现在为止好像他没干什么，但是他迟早会发力的，只是在什么时候的问题。他肯定还是憋着什么地方。对，是的，跳下去，跳一个这手棋，我觉得黑棋是不可能硬的，其实黑棋也不会往的，对啊，这个逼一个也很大，其实这个中间这个地方有个要点，这拐柱非常大，不然的话被黑棋压过来的话，这块棋也薄了，中间这边还得伺机黑棋要贴住了，压了就压住，这手棋也非常大，非常厚，你拐一个的话它会不会断呢，我看看能不能断了它。断一个的话，你就这外面打了贴住了，我就贴住就可以了。就这样。对，就觉得这个白棋还不错，是吧？那中间对后了之后，这你如果走的话，我先手定型的话，黑棋白棋总是还满意。因为不然的话，被黑棋贴过来，顿时黑棋全盘就变得很薄了。对，那中间这个贴是要点，我看起来。白棋跳下去，然后黑棋终于发力了，你这个太过分了，我就不可能应你的这地方。其实作为黑棋来说呢，可能还是应该压这手棋，压出来。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这手棋这么大，可能没这感觉，没有这个感觉，是没有往这儿走棋的感觉。他本能的感觉，这个没有什么目，是，他是往这儿打的，把白棋靠住。黑棋搬一个。这黑棋打入的时候早就想好了这么。对。一个很基本的手筋上来。但这样下呢是不是一定便宜也不一定。不知道。好像没觉得它很便宜。虽然说把这个棋筋吃通了。但这个棋筋也不一定是特别大的。棋筋是通了，但是你这个损失也很惨重啊，这边。B。反正总的来说呢，这个棋呢，不管是谁，这个都应该拐或者是压。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压好像看起来越来越大。对，是个要点。现在压出来的话，这白棋这四个子得赶紧忙着逃命了。黑棋搬一个。包括这时候黑棋可能白棋可能也应该拐住。还是应该拐。但是这个地方你肯定一般人很难忍受这被打进去。搬一个。要打一下，接上，接住，这样下便宜吗？我又要打个问号。这几个交换好像黑棋还是可以的，还行是吧？还，毕竟白棋就吃了这里面两个子嘛。黑棋尤其现在黑棋多两个子，这压出来，赶紧压出来，这地方更加的那个什么，白棋更难下了。这几个子，是的，都多大呀？这空全如果吃掉的话，
好呀，因为那上面实际上这盘棋呢布局的阶段还是亏了一点，是，我也觉得是，总的来说，嗯，这一代还是觉得白棋比较得分的啊。嗯嗯嗯嗯，就是，但是呢，他我不知道他这个形式判断是怎么，顾子航，可能他觉得还早，就是还细棋。其实形势可能还不错，其实形势现在是差一点。嗯，目前是黑棋稍差的样子。回，打吃。嗯。啊，这时候呢，终于是这个金志熙呢，他终于是回到了这个要点。哎呦。着急啊，这没人下。不管是飞也好，拐也好，只要他最终能抢到这个呢，这个棋呢，局面就是白棋好，总是不错的。嗯，嗯，说明金志熙呢，还是其实人正常有时候很多思路还是很容易就是跟着硬了。对啊，对对对，是的。但你再跟着硬这边压出来，这个棋一下就逆转了，可能就一步棋。那这个我觉得黑棋不会跑掉了。嗯嗯。所以金志熙呢，最后还是清醒过来了。然后把这个赶紧打了，不过这个黑棋也挺实惠啊，看起来。搬一，搬了一下，接住。打上去，撑住，这要求。这个打呢，这就是体现出这个金志熙的风格，实际上这棋立就可以了。哦，完全没有必要打这个，尤其他现在他可能也不一定，尤其现在其实客观来说他的形势是好的，现在是的，但是他可能没有这个，他也判断不清，他想总想下更强了一点，是的，这好的也是对很有限，即使好的话，这可能作为金志熙来说，他觉得没有把握，所以他这棋一定要下的撑到最满，但是这个打上来呢。打上来以后，这个棋呢，就整个的最后的胜负啊，就跟这个劫有很大的关系。没错，因为这个劫你不管是黑棋将来打赢，或者是白棋提过来让黑棋连回去，都是无法忍受的。对，作为哪一方来说，所以这是劫材啊什么的都就是很重要了。就围绕这个劫了，这个胜负。对，是的，这个劫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黑棋飞，因为接下来除了这个劫以外，全盘也没有特别大的地方了，已经。但这个地方拐也很大，这个棋。这个挺大的。有可能这个拐呢比这个飞可能还大一点。飞呢，反正就靠住。是这样。就靠住是吧？对。但这个爬也非常大，它实际上是。他是选择了这个，可能跟劫材有点关系。我觉得这个拐，对，是的，因为你飞在这，将来白棋有可能会跟劫材什么的靠断什么劫材。黑棋尖冲。其实可能这时候顾子豪呢也有点意识到这个自己的形势了。因为这个棋其实都定型的差不多了，就剩下一些关子了，所以你再不在这地方做一些文章的话呢？目前形势是非常不利的。没错，他尖冲的白棋就爬过了，然后另一个挡住了，扳针，这个都得硬，太大了，要不然。然后呢，就是顾子豪可能意识到自己形势不好，就开始四处的制造头绪了。是，要开始想点招法出来。对对对。但是，金志熙下得很稳。就挡在上面，他的接住不太行吧？接住肯定不行了，接住被我就即便贴过来。就贴过来就不行了。因为你挡这个，你将来你现在是这样的。白棋虎了以后呢，你如果这地方多一个虎以后，白棋这地方有一靠。靠断的话呢是个打劫。他要狠一点，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挤打掉的话，他是不是要把你留下了？感觉对对对，就是断的时候。断这个，如果打这个的时候，如果打这个挤打这个，我觉得好像你接住我都有可能不打劫就直接接住。对，我就接上了。这两子你是怎么横竖你也吃不掉我呀？所以呢，这有个靠呢，顾子豪呢想了半天，好像就。为了补这个地方的气，他也没断，就双了一个，并了一下，
那棋就长硬住了，断然后断了一下，我住，看他下了什么，然后搬，继续的这种，因为这搬完呢，将来这个地方有这种顶了，直接对对，这个劫就厉害了，很厉害，直接开劫是。但是现在的劫财呢，可能是黑棋不一定，黑棋没有什么太多的劫财，好像没有看到有，没有没有，这个地方没有劫财，嗯，中间你现在可能也再找一个合适的，也最多就一个搬，嗯，但是白棋这边呢，这个尖好像还是劫财，对，所以这棋看起来呢。这个劫呢马上开好像也不太行，嗯，而且人家什么这个地方什么靠断一下试下硬手，对，都有可能制造一些劫财出来，所以呢现在呢作为黑棋来说呢，他就要想办法制造一些劫财，制造一些头绪，对，这个劫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基本上别的地方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差不多了，都折腾的地方，只有这个劫是一个很重要的未定因素，如果这个劫你再没有什么作为的话，黑棋这个棋就很难挽回这个劣势了。没错，看看这棋它怎么下的。打吃，先把这个打掉。然后并一个，本身呢并倒是一步挺大的棋。并一下，其实并的。然后它虎。其实白棋来说呢，好像也应该并在这。单并是吧？更厚一点。但这个有时候棋感就是这时候棋感了，有时候可能总感觉这个虎一个可能但虎一个就薄一些这个地方，稍微见薄一点，人家直接给你点到这儿来了因为顾子豪这棋他肯定也是他觉得自己正常下，他肯定一判断了一下觉得不太够，他直接给你点到这儿，那我觉得如果是我的人家点到这儿，那我就连一个呗，那有什么呀，其实没他点完，他肯定要往里面查嘛。对啊，其实也没什么，你就正常走完了，你完了把自己走后，该提提了呗，是吧？这中间也差不了太多，破不了白棋什么目。或者我把这个，如果这个劫实在打不赢，我待会断打在这儿也挺大的呀。对，其实他就是老老实实硬就行了，白棋就是。但是呢，这个金志熙呢，还是觉得自己像你。还有点戏，他可能觉得这个棋呢还想再那个扩大一下战果，所以我就觉得韩国棋手棋都下的比较撑，比较紧，比较紧凑啊，特别紧。昨天也是，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就是度不好找。我觉得那个现在，申真旭他的其实下的度找的比较好，那非常困难这件事情，非常稳，但太难了，要把这个度掌握好，你完全搞不清什么时候应该紧，什么时候应该松。他主要可能跟他的形势判断有关系，形势判断很准的。是的，这个要准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实在呢，这个金志熙，他不肯，他觉得你还想，他觉得你这很过分，他觉得你这手很过分，他觉得你是过的，你不能走到这儿，然后这冲这个战斗，这个棋实际上就是给了黑棋机会了。他也许这时候可能还是应该往回贴。那他既然跳了，他肯定不会贴回去了。这个棋被黑棋冲过来，这一下好像就很突然之间，对，突然之间就乱了。我是觉得白棋连得很结实的地方，怎么对啊？你这两块棋如果被分开的话，那这个棋就。这完全掌握不了了，而且在这边还有个劫啊。这边黑棋周围也都挺厚的，你这个被黑棋分段的话，白棋来说就是战略上来说总是不成功的。这时候呢，顾子豪肯定是精神百倍了，精神百倍，一下精神起来。本来呢，可能本来吓得快睡着了，不知道，本来肯定是觉得这棋很难了，或者不太好。这下被感觉有点被抓住，是抓住战机了，被黑棋。然后白棋连扳，黑棋单扳出来，他先不打吃，因为你先打吃的话，你只有打这个，你不可能打那个，你打这个再打一个，有可能是亏的，所以他要单扳接住，接住，接上，这一下就乱了，这个就看不清了，完全。白棋跳出来。是，然后黑棋这地方还有一个段，关键是，对，
我都觉得直接断都可能，至少我都看不清楚一眼，什么杀气，可能搬进来，对，可能是危险，我往里面可能能往里面藏气，可能。这是个什么状况？得看一看。可能往里面藏气呢，可能就往是，里面藏是吧？有点杀不过这个。比如说你走这个，我就团一个，可能这样，你外面好像已经出不来了，对。可能杀不过，所以呢，谷子豪呢他不能那个什么，不能直接断，所以他还是要在外面先石头走，是，这是，杀但鸡，尖一轮对，他先。没有办法，因为你再接就被断掉了，所以他必须得紧住这一口。记住，这个棋就很激烈了。现在的这筹就码不是你死我活，对，就是我活了。因为黑棋如果活出来的话，那白棋四处都是要逃跑的。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关键这块了。棋也没活呀，黑白棋。对，这好像我觉得已经没法和平了这件事情。反正是作为黑棋来说，总是很高兴的，在对，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这和平解决好像可能性不太大了。这白棋先连上，那倒是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让人家糊回去了，这个棋作为就连白回棋去来说，现在好像也得吃杀黑棋了，想办法，了。不然的话，这自己四处都是问题。这边还没连上，总的来说还金志熙呢，这棋可能就是撑得太满了，还对，有的时候就觉得，给了谷子豪一些机会。该收的时候没有收回去，对，接上，然后开棋，最后还是要用这个结扔来解决问题。棋，找劫在这儿，弯一个，又是劫，没有接住，办法。吃掉。棋，关键这棋，这个劫就是，哦，他不是提的，他是打这个的。打这个呀，他可能提还怕白棋接住，对，还得接着打，然后找劫也不好找啊。打也行啊，打一个，他显然是认为这个棋自己杀气的话，藏这个。他觉得杀自气己是不气是黑藏棋是是不吧？是杀赢了？他是不是觉得你如果接住的话，他打他过挖来，打。他觉得自己气藏是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也没看清这个气，这气得好好数一会儿。白棋比刚才，现在就是外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口气，黑棋呢一二三四，好像也挺激烈的呀。我不觉得黑棋一定能杀得赢或者他是做活，莫非是想？啊。做活倒是有可他是怎么活呢？能的。这个吗？这个行不行？我最后摆一个。这个我弯掉，接住。我怎么没觉得这棋像能活的样子？你点一个，我肯定不活呀，局部。就看这儿能不能，哎，这断了，这儿是不是有个眼？这儿如果有个眼，应该能活了。哦，他粘，即使先手点一个，他粘这个可以。不是，他要做先手眼，肯定。如果你这边有他顶了双，这样应该就是能做出一个先手眼来。下面，顶了他，断打你接上是吧？这时候你应该打哪个呢？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你就接上，他就冲吃你拐下去是吧？这都是可但以你度可以过打了，这个。就可以度过了，可以打这个，打这个你也接打一下，然后拐下去，这样倒是很有可能能活，拐这个呗。他要冲吃吗？冲吃先把这个打拔了。有点我应乱，该是没问题。我觉得应该能活，好像看起来。团完了，这上面，这活没问对，题，团完了，这这上还面有虎一劫。个有个眼，这里有个眼，或者跳这个也有个眼，这上面可以做出一个眼。打完一弯就基本上就对，不好杀总是一个眼，有个眼。他可能就想做活。是的，这看起来是个活形。如果直接杀气，我不太看好它。我觉得白棋气挺长的，好像。那可能他觉得这个他也杀不掉这个白棋，金志熙就还不觉得还不如直接连回来。现在太鸡蛋了，这样就连上了。白棋接上，黑棋接上。前面其实单粘住也可以，就不需要这么复杂，粘住好像就有一个眼。
这点。啊。粘住这个，你就算你侯先手，我这已经有个眼，我再把这个眼再想办法做出来。对对，这里已经有一个眼的情况下，那就好办了。这事儿。粘住。嗯。刺眼。总的来说，这一串呢，反正是白棋，反正是没有走到东西。嗯。白棋本来中间有些潜力的，当时是这样的，那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你现在这地方最终你还应该要垫手棋自己。这块棋白棋这个眼位现在看起来有点问题啊。啊，你这个尖是先手。是。即便是尖先手的话，你要做活。他局部活吗？好像也不是这么容易。对，他可以先把这个冲了。你打打不着，打着了都不活。嗯。打我。挑一个。跳你倒是提了，那你就提掉呗。我就提掉，好像也不活，里面也不活呀，这怎么活啊？这里面。所以那他现在等于下半天，这地方还差手棋得。嗯。嗯。把你扳断了，那我。看他怎么下的。哎，这棋啊，就是打一个。棋打接上，然后他跳。啊，他这个地方打是灭白棋眼，不然白棋这个。冲了一挤，这边是打还是先手？哦，对，他先打掉。嗯、打掉那白棋，不是你不会告诉我这白棋这块棋就这么奋死了吧？啊、你尖完有没有办法呀？这个棋你尖眼尖的是呀？就是这样。那我也太意外了，我简直是莫名其妙把自己走死了。所以说我就把你分断了，你切住。这也太让我吃惊了，我简直是。因为这边有个题呀、啊。对啊，人家都是活的呀。这地方活。你不会告诉我白棋就是死了吧？死了，那这也是太死了，太让我吃惊了。我说这棋下的、嗯、啊，不是我们这啊，哎，啊，他是可以靠这个，靠这个，靠这个。他单靠了一个。啊、哦，这个棋我看看啊。靠一个呢，因为他下一手也这个靠了一级、哦、啊，他这个靠倒是一个局部的好棋，好棋、嗯。你如果虎的话呢，就相当于他这样冲了再打这个，他如果能下成这个局面，能这样走到这一尖他就活了，这一虎。嗯，他、嗯、这靠倒是局部的一个好手，但是这样的话，我如果双呢，你至少这个、啊这个双呢，这个、还差。这个棋你至少进活不了吧，我最简单的虎爷。虎一个是吧，这棋虎的话它挡住是怎么下的、嗯、然后就打劫。嗯。哦。我看它底下能不能先走一下之类的，这个管用吗？好像也不没什么大用是吧，还是冲下来。你就挡住。我就尖嘛。嗯。跟上面没什么关系感觉、嗯、依然还是要靠那一下，反正就是要撑这一下呗。我没看出他、嗯、好像进杀杀不了，但是这个好像局部看起来，哎，他实战下的也很有意思啊。啊，他弯这个，对，他是弯的。弯是什么意思、哦、弯一个，你他是说你这下面做不活，你走这个呢，你虎可以冲这个，你这棋是一个打劫虎，你哦，你是单冲这一下，嗯，因为你现在只能做眼，我挤一个以后出进了，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明白了。那这个白棋下的这一串实在是太失败了，我觉得是最后，他这从这个人家点开始，然后从这边开始拼命追杀黑棋，然后让人家先手连回去不说，还最后自己大龙变成一个打劫虎了。嗯，他倒没有先手连回去，黑棋本来是可以提一下，但是他先追杀你这块，然后发现白棋自己全没活。嗯，所以这下棋也是一念之差。你刚才贴回去什么事儿也没有吗？这是、嗯，哎呀，他想来杀这个，这样跳来杀，没想到这嗯没杀掉，把黑棋自己结果出。对呀、啊，嗯。这个我看这个时候我想想，美方三小时的棋，他们九点开始下的是吧，那么到三点、嗯、肯定有一方是进入读秒了。嗯，现在也快三点了。嗯，是，我不知道他们金日熙是不是已经读秒了、嗯、
应该是读秒了这个棋，或，但我前面看是金志熙，可能时间上多一些。是吧？那就郭子豪读秒了，可能。哦，他挡住，然后黑棋先接一下。这时候郭子豪活动开了，这个时哦，候，那他肯定看得很清楚，这种地方绝对可以信任他。反正你这个地方总做不活，你接我这一靠，最简单的一对靠，你也啊，是。靠完一冲，你这只还是最终还是得靠这反正就得靠那一下呗。他这下很关键，这下被他走着了，就这个跟这个不能让白棋两个都走着，两个都走着就成双活了，这棋。他说什么出现了重大失误是什么意思？没有看懂。是不是活了这期？这棋活了吗？看看啊。他是怎么活的？哎，没有看懂啊。我没看出来局部他有活棋的方法。他接一下有用，不行啊，贴这个。靠也不行，单靠，没用，靠我冲。对呀，真的没看出来他局部是可以做活。出现重大失误，我还是不明白这什么意思。我这个，是这样的，那难道说他刚才应该先靠掉吗？先靠掉不是一回事儿吗？就这意思了，反正就是打劫靠完了。再借。啊，靠完再接是吧？这样。不是现在他是活了吗？我看看。他怎么活呀？我冲这个呢。我不懂啊，我觉得他活不了，局部是个打劫呀。依然看着就是个打劫，他冲的时候他不是只有，这底下怎么活？就只有这个。然后他就打吃呗，接上，接这个，不还是打劫吗？对呀，还可以他先总铺是点。打劫，铺这个是吧？这样打劫是不是更好一点？可以给他抓到那儿，我单铺也行，反正就是打劫了，反正就是打劫了这一带，这样，这什么意思？我不懂了。莫那非他这个刚才棋就是说还有更有什好的，么是吧？是好的方法吗？我看不懂了。断一个也不太对啊，不知道这到底应该是怎么下的这棋？接在那儿的这是个勺吗？没有看懂。那拼不还图，是打劫吗？现在已经下成这样，反正我们看的是，我觉得是，好像黑棋下的没问题。那目前这样的话，如果说打劫会怎样呢？白棋有些本身劫是吧？本身劫还挺多的，那这种那打他这时候有更好的下法吗？难道？的，我没看出来。是不是应该冲在这？跟劫财有关单系呢？冲是吧？哦，单冲好像好一些。单冲他也是走这个，那不一回事吗？咱还是打劫呀、是不是这样劫财好一点？啊。有可能，这个。冲，然后你走这个，我是不是单挤啊？是不是跟劫财有点关系？单挤这个，这样。可能差了些劫财。有可能，那这个劫就打不赢了，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劫财很致命，是吧？也有可能。我们看实在嘛，接在这。再冲一个，然后，局部毫无疑问，这是个打劫杀。打吃，接上。他可能劫财打不过这盘，这个地方。有可能，因为白棋的本身劫很多。刚才就是，如果你冲在这儿的话，他这个冲，他只能冲吃这个。
那也没什么关系啊。有点关系的地方就是你可能你接的这个是先手，啊，不太清楚这件事。然后他现在黑真棋打拐不柱，过了吗？黑棋拐柱。我们现在跟他们同步，就完全一致了。反正那确白实，棋他还不硬啊，他觉得反正如果劫财多的话，他肯定是继他就续。把劫撑住是吗？哦，这撑的有够狠的，这。他这个劫财呢是这样，就是这一带有很多劫财，如果真要打劫，他这个断是劫财，这个冲是劫财，断一个你大概是提这个，然后这一带有很多劫劫财，打财总十是啊，打不玩过，一好个啊，像。什么冲啊，哦。劫财有一大筐，那他刚才不粘这个，应该下什么呀？我也不太清楚。是，如果说劫财不够的话，那他，也不行啊。单冲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这得局后好好研究一下才知道。这一下差这么多，刚才好像是，我再想想。对，差了几十个点出去，我看。本来是那棋，就我一看是，当时觉得黑棋已经黑棋已经90几了，现在变成了白棋80多，那他一步棋掉了70个点，哦，就这是，手接住。对啊，他一个接掉了70个点，这么恐怖吗？他是弯了一个团柱，然后，白棋下的这个挡。现在这种情况下，能有是什不么是就是招先靠了冲一个，他这样打劫好一点呢？啊？有可能吧。他是不是跟劫财有关？然后他打了，打这个还是刚才那个样子，下成那样。这样的话，你可能这一下还得先打掉，你不然被我这个粘变成先手。对，那就先打掉吧。打掉，然后再做一个，是吧？那只能说是跟劫财有关系。那现在白棋也就是卖了这一个劫财啊，这外面劫财依然是很丰富。不懂这一手为什么会。就会差了这么多出去，不太明白，还是说他实在没看出他一步棋能把它吃掉的手法？我是没看懂。我是断这个，断这个我刚行。才是在看断这个，断这个。断我也是走这个呀，拐呀，哦，对，断一个完了，然后呢？还得走这个，那不还得回到这儿去吗？他还是虎，没什么区别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得先，回头得好好研究一下，然后才能告诉大家结果。现在目前下到就是这儿，接住。我们把他们已经下的给大家摆上，虎一个。然后冲，白棋做眼，黑棋打吃一下。接上，啊，接一个，断掉还去拐，了。还去团，团掉，他还，挡住，我去，这人家大内劫没看见，我就说他们棋撑的真是够狠的，这。然后下了什么呢？现在好像就下到这儿，就白棋刚刚提掉，目前显示胜率是白棋高很多，是80几，86点多。当然我们没有好好的给大家判断形势，这个劫呢，白棋就认为你根本就打不赢我本身劫很多，像这些冲啊、断一个都是弯啊、劫，断啊、打吃啊，全是本身劫，所以他不担心这件事儿，这个。撑得也够猛，撑得够狠的，确实。行，那这盘棋就先给大家讲解到这儿吧。一会儿呢，我们将给大家带来另外一盘非常精彩的中韩之间的对决。好，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天元围棋会员。